Digger!王老板，请放心，通过最近一系列的事情，我也受到了教育，必须精诚团结，才能打败日寇。对于来参加会议的代表，我会格外的照顾。王老板，郑先生公务繁忙，还是由我来负责吧。我心细，绝对不会让日本人有可乘之机的。蔚蓝来负责，我倒是没什么意见。田明你看，这次的事情是重中之重，田明还是想亲力亲为。 蔚蓝同学，想通了。我可以告诉你我知道的一切。来，我们慢慢说。 我有的是时间，你想知道的那些有关反抗组织的一切人员、地点、联系方式，我都可以告诉你。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让我跟张北见上一面。我和张北会在市中心的广场上见面。 報告。稲子は聞いた。川島さん、さっき警察庁が電話した。ジャンボは一人で広場でいた。川島さん。
やれますか。やつらに合わせるチャンスを与える。あいつはステージに着いたら包囲してくれ。はい、はい。おい、都说好了，永远都不分开。跟你在一起，不管受多少苦，我都不怕。谢谢你教会了我什么是爱，教会了我怎么爱一个人。我一定会带你离开的，张梅。你还记得这个地方？这是我们经常约会的地方。你还记得在学校你唱给我念的那首诗吗？我记得，朝霞佳人。门前壮士，气如云；仓皇不复，君王意。独有虞姬，与正君。能见到你真好。川岛，川岛，我就在这儿呢。你不是一直想要我吗？你出来啊，出来！
你忘了我跟你的约定了吗？如果他死在我的面前，你什么都得不到，他对你没有用。 别让我死得没有意义！你知道我一直在坚守着什么，你是我的英雄，你不会让我失望。你放心，他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东西，我不会有危险的。我等着你来救，但不是现在。 如果死在这儿，你什么都得不到。看我这本事，要是我你给他。 你们干什么？都给我让开！不让，你有种就从我们身上踩过去！他是悍匪，他是悍匪，你杀死你学院的学生怎么说？再不让开，我就。
貧さんで。こんなひどい状況だったんだ。かわいそうね。ジャンベに何か言うた。ジャンベに会う目的の何に発見。用事がある。将軍のところへどうぞ。てめえが死ねえ。てめえはすんごいよ。やめ。あれ。ちょくそ。カカ、お耳ですか。川島君、今回広場で多くの人と武士を使って、なんで俺に報告しないのか。ジャンベラが逮捕を警戒でございます。今まで私は担当しておりますので、報告しなかったんです。人を捕まったか。千人以上を使って、一人も捕まったかった。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君に失望だ。稲のことはあんなに調べたのに。全然死んでもないし、しかも合同と合意してキャンツン基地を破壊した。帝国に巨大な恥を受けた。それに後悔しないで若ままでバカバカしい計画を実行している。君の誤りで軍部は免職することになった。今日から全ての行動をやめろ。調査を受けろ。カカ、全て私の責任とご存じでおります。しかし私の忠実心ご存じと思いますか。現在私は大事な計画を実施している最中でございます。成功すれば今まで損失の全て挽回できるんです。しかも満州国内の反日勢力を一掃できると思います。カカ、もうちょっとチャンスください。どうか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もういい。軍部の命令が回収する子はない。自分を証明したいなら自分の力でやれ。川島さん。お前何で来たの。バカ者にしに来たか。俺も全てなくなってしまったぞ。離れた前、最後に教えたことがある。最後の手伝いかもしれない。万人の話によると、ジャオラはウェイルと連絡したことがある。微澜姐，谢谢你教会我怎么去做一个中国人。一番目的呀。
行くぞ。情况怎么样？暂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张北呢？没有消息，但是鬼子在全城展开大搜捕，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又终止了搜捕行动。据我们情报部门同志反映，终止搜捕行动的命令来自他们的高层。我总觉得这里面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这样，一会儿开会的时候你要仔细留意周边所有的人，尤其是郑天明。等会议一旦结束以后，我们立马展开营救行动。是。现在各路的代表都来得差不多了，会议应该马上就要开始了。进。郑先生，郑先生，川岛先生说了，把他放到会议室。如果做不到，你们得不到你们想要的。我这炸弹我已经启动了。啊！朱先生，怎么办？马上召集他们开会，可人还没起呢。时间紧迫，咱不量那么多了，去。是。找个人合わせてくれ。ごめん、川中さん。将軍の命令は伝えた。君はもう免職された。今入ると将軍の命令が必要だ。てめえはこれ将軍の命令だ。しかし将軍の命令はもらう。そう。てめえが死んだふりするじゃねえ。死んだふりじゃねえ。なんだよ。お前言え。言え。張兵衛に何を言った。吐け。我告诉他，一定要把。还不是一个一个都被张北给杀，张北会把你们都杀掉，把你们赶出中国。一看，张北啊，我的可爱的媳妇了，啊，いつは俺の相手になるわけがねえ。郑先生，人已经到齐了，会已经开始了。你拿着它，放到会场里。我？怎么？你不去，我去吗？郑先生，这原来说的也不是这点儿啊。这样吧，我们一块儿去，我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你来放。事成之后，钱你可以拿走一半。好。
这个为了给在中国东北的日军势力沉重的打击，今天把大伙召集到这里来。下面呢，希望大家为咱们这个联合行动计划畅所欲言。王参谋，要不我先说两句好。诸位，目前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力量逐渐强大，在这种形势下，必定会遏制德日的扩张脚步，而我们中国的抗战也有了新的转机。在这么一个新的形势下，我们召开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求大家把敌人所谓的生命线中国东北，我们给日本帝国主义来一个釜底抽薪。简单的说吧，就是团结各方力量，大家拧成一股绳，战胜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新中国。好，说得很好啊。那咱们下面就商量商量怎么分配任务吧。ミラ、その建物はそのうちを煙は漂ってくるぞ。てめえの仲間は全部そこで死んでしまうぞ。把这些都背下来。为什么呀？让你背你就背。这么多我都得背啊。必须熟记，以后你就知道。郑天民，郑天民是内鬼，东北抗日联谊会议一定有阴谋。天民，来的正好，说一说对这个计划的看法。我。开啊！开！把手放前面。这是什么意思啊，王参谋？他就是你们一直要找的那个人。没错，我就是那个人。正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过了今天，我就能得到我想要的东西，去过我想要的生活。而你们，都下地狱去吧！郑天明，你是不是傻了？
党国培养你这么多年，你这么做合适吗？放屁！党国，我郑天明对党国忠心耿耿，可党国怎么对我的？你又是怎么对我的？为了打压我，你提拔了那个早死的童自清，今天你就后悔去吧！从现在开始，什么狗屁党国，什么破烂主义，我都不信。我只知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王老板，王老板，看在我们是过去同事的份上，今天我就赏你个痛快的。王参谋，这是一个化学武器，一旦爆炸，危害性非常大，请你马上组织大家撤离。嗯，老杨，见效了，我们分别行动，保证大伙的安全。好，快！这是装备的僵尸。川島でござる。反乱者は英和藩邸に集まりきる。早くお会いしてください。カカ、ホールドでございます。カカ、カカ。怎么样，连你自己人都不相信你？くそてめえ、俺は必ず稲子殺すぞ。杨书记，别动！张梅，你怎么来了？没有乱动，这是化学炸弹，非常危险，你马上走，快走！我懂机学原理，我可能是这里唯一会拆弹的人。杨大哥，你让我留下来吧。杨大哥，那好，老吴，协助他。远处跑，尽量往远处跑，不要跑，对着这里，尽量往远处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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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警备，不要让任何人进入这里。明白。川島さん、じゃあ俺らは重犯だ。これはむちゃくちゃすぎるんだ。俺で任務まだ終わってない。彼女連行しなきゃ。ダメだ。俺に次来なければ昇進に保護できないんだ。お
前は俺でも長くないけれど、俺がどんな人間お前分かるならな。彼女は俺の切り札だ。彼女いれば稲尾必ず出てくる。俺は必ず稲尾を殺す。我が大日本帝国の名誉を挽回しよう。你一次次败在张飞手上，现在都沦落到要拿我当人质要挟他的份上。尊严，你们国家的尊严，早在你们踏入这片土地的时候就已经丧失了。你们这帮侵略者，总有一天你们会站在历史的审判台上，接受全人类的审判。大马里，川島さん、考えていないか。今の兵権がない。やるとしてもたった一人で光とやる。彼にはたくさんの仲間がいる。だから助けてくれ。頼む。报告。说。我们刚才遇到了川岛，奇怪的是他没有任何反抗。说吧，多少秒？你记着，你永远是我学生。谢谢你，谢谢你教会了我杀你的方式。你杀得了吗？我想试试。说条件吧。明天正午，北山荒村。我等你，赵薇兰也等你。明天见。明娜，回来的。장배니다시사회공이계기다다다장배는무대매야민나외대요리요후가되고시나라다충분각오를해도바래나이오니기억해두고나서다일본대국의매우나다메고도시로英雄就要来了，他是来陪你一起下地狱。you
怎么样？有没有？没有。你们这边呢？走，快！
精神呢？
做到了，我做到了，丽兰，你睁开眼睛看看呀，你睁开眼睛看看。醒了，他醒了，他醒了。来，说，靠一个人的力量是打不走小鬼子的。
但我坚信你们会成功。最后，我衷心地祝福你们。再见，吾爱。此生恨短，但愿来生。子清。张北，籍贯，奉天城郊张村人，年龄，26，未婚。这是你的报名表。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沿岸来的军事专家。北哥，你看这是谁？刘老板。我姓刘，如果有缘，我们还会再见。这是刘政委。小兄弟，我们又见面了。我听说你有不少的优秀事迹啊，好样的，咱们终于走到一起来了。当初倭寇扬我国威，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敬礼。